另外一个，很多人对岳文海这种人这样那样的评价，说河南帮啊，他不能代表河南帮，他很能代表河南帮，非常的代表河南帮。还有一个，很多战友给我建议说啊，这个特别是体制河南省政府的说啊，我岳文海抓了很多人，河南也抓了很多人，应该是到此为止吧。你们懂什么？河南的政法委书记被抓，河南很多官员被抓，都是岳文海配合的结果。他配合还早着呢，河南的官儿那还早着呢。而且河南这个地方玩大钱，什么金矿、大工厂都被折腾黄了，哪儿让哪儿啊，对吧？河南籍的官员，河南的地方啊，河南的金融界啊，还将崩塌啊，还没开始呢。